手持设备与 Oculus Sense iPad 应用配对。将手持设备成功连接到 iPad 后，您必须将手持设备与 Oculus Sense iPad 应用配对。欲做到这一点，请在 iPad 上启动 Oculus Sense 应用。该应用将在初始启动时处于演示模式。现在点击 Oculus Sense iPad 应用设置，进入手持设备注册，并点击更换设备，将会显示设备建议列表。现在选择默认名称为 Default 的设备。成功完成配对后， Oculus Sense iPad 的应用将自动连接此手持设备。连接时，此图形将显示于手持设备的显示屏上。此图形代表与 Oculus Sense iPad 应用成功连接，未插入传感器和无患者数据。现在初次安装完成。现在退出并重新启动应用，以便结束演示模式。